其实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当然压力是蛮大的，但是我也是借了很多人的勇敢，所以愿意站出来。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其他的受害者，不要让这件事情沉下去。我一开始借着大家的勇敢站出来讲，也没有想过会变成今天这样。那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事，所以后续的问题我也会跟律师处理好。就是有跟郭远远然后还是姚娇联络吗？他们有没有可能传讯息给你讨论相关的事情？这个部分我就不回应了，因为可能跟后续的诉讼会有一点点关系。现场就是情绪有一点激动，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其实自己一个人面对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有无助的感觉？当然今天这换作是你，你不会吗？对啊，但我会加油，因为我今天可爱，我今天坐高铁，然后才刚下高铁站，然后去上厕所，然后我在排队，然后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就在旁边这样加油，然后我吓一跳，我以为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来自另一界的声音，然后我一转头是一个在排队的女生，然后她就说加油，然后其实当下心里真的很温暖，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然后所有的受害者你们也都不是一个人。大家可以谈一下，好久不见，我在荧光幕前面，我心情怎么样？心情蛮平静的，对，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担任一日店长，然后又来到天气很好的台中，顺便又可以逛家具，其实心情真的是还不错。所以就是这一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吗？应该是说其实做这个决定对我来说当然压力是蛮大的，但是我也是借了很多人的勇敢，所以愿意站出来。那当然我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其他的受害者，不要让这件事情沉下去。在上个月然后经历了就是1000万元的求偿之后，然后对方撤告，然后现在又提出了这个刑事的这个诽谤，会不会觉得对方这样做其实好像没有悔改的意思？这个部分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说太多什么，就是其实我的心情也都有在我的社群上面跟大家做分享。那关于诉讼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就要交由律师来处理了，这样子。接下来会亲自出庭为自己发声，也就是声援一下其他的女孩吗？不好意思，你再说一次。我说接下来你会亲自出庭为自己发声，然后也声援一下其他的女孩。这个问题我可能要跟我的律师讨论一下，对，因为可能有一些需要商量的，我不晓得，可能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啦。那对于在脸书上面就是有一些网友的留言，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心情？其实你说不影响真的是骗人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蛮正面的角度去看待大家的留言。那我当下其实我也直接回复他了，不管大家觉得看到我的回复是不是觉得我生气了，或者是其实我觉得你 EQ 很高，但我觉得这个是我的粉丝专业，那我也从来不吝啬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那看到他这样子的疑问，其实我也是直接回复他了，这样子。那就是有其他受害者啊，那有没有去做，就是有没有联系，然后或者有讨论就是相关的事情？其他的受害者，其实我应该是说，
我一开始借着大家的勇敢站出来讲，也没有想过会变成今天这样。那我也觉得这是我的事，所以后续的问题我也会跟律师处理好。就是有跟郭远远然后还是姚娇联络吗？他们有没有可能传讯息给你讨论相关的事情？这个部分我就不回应了，因为可能跟后续的诉讼会有一点点关系。在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好像当时的黑社会美眉有一些人好像就是意见或者是共识在小组上面是有一点分歧，这部分是不是大家没有一个就是在相处上面有一些分歧啊，或者是有一些改变呢？应该是说，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那无关对错，所以我也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我特别的想法。你刚刚在现场就是情绪有一点激动，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其实自己一个人面对的时候，还是会觉得很有无助的感觉？当然，今天这换作是你，你不会吗？对啊，但我会加油，因为我今天可爱，我今天坐高铁，然后才刚下高铁站，然后去上厕所，然后我在排队，然后我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就在旁边这样加油，然后我吓一跳，我以为我是不是听到了什么来自另一界的声音，然后我一转头是一个在排队的女生，然后她就说加油，然后其实当下心里真的很温暖，所以我觉得我相信我不是一个人，然后所有的受害者你们也都不是一个人。有什么话想要对对方这对夫妻想要说的话吗？谢谢大家。知道对方的演唱会取消有什么想法？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来做活动一日店长，我们刚刚差不多心情都聊完了。嗨，后续的工作上有收到。我们今天就来工作的哈，谢谢大家，好不好？哎，那人家刚刚明明笑很开心，你们都把我问哭了啦。嗨，谢谢。不好意思。好，像董事长今天怎么想要长大？对啊，对，让董事长说说。对啊，董事长好可怜，在后面帮我举牌。这样吗？你们的就是认识的机缘啊，或者是怎么想要找大牙来代言？就在我创业的初期，在大学的时候嘛，那时候其实大牙担任那个黑社会的助教，还蛮捧红了一个蛮厉害的节目。那我希望说今天可以也是跟大牙可以合作，然后可以帮我们小菜电器，也可以像当年这个节目这么红这样子。你最欣赏他哪一点呢？最欣赏，我觉得就勇敢啊，真的勇敢啊。其实我们公司好了，其实也会有一些评论之类的。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我看到那些。我也是心情不是那么好，可是我就是想办法做到尽量往对的方向去做。那也许说这个路会比较难走，可是你一直走下去，其实就越走越顺遂这样子。对，谢谢大家，谢谢。